家好，我叫王海旭，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生下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为了我自己的梦想，我来了这屋的事儿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海旭，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生下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为了我自己的梦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海旭，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生下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为了我自己的梦想，我来了这屋的事儿。想看更多有趣好玩的视频，关注腾讯搞笑吧。